迎各位大家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来玩一款游戏叫《三国后面被读》。我们现在还是要给我选一些武将。那我就一定要选这个吧。我的钢弓能不能托付给你？还要看你有几斤几两。我的钢弓能不能托付给你？还要看你有几斤几两。这个三国呢，就我想到以前了，我要找三国。我是参加曹操这边的。OK， 诸位大人小心，别弄脏了鞋子。旁边是我。OK， 我们看一下。战斗了，终于要来真正的战斗。也是抢到。他就是画师。冲锋陷阵，我大危险。这个是画师走，我画哪里啊，就跟着走哪里。等级升为二。
为什么？我帮你找上这个。善战者利，胜战者思。有文则在，将军尽可放心。Really?